你会算计人吗？皇上说的算计是这个，那臣妾是会的。那你会算计朕吗？看到别人体虚就想越俎代庖。起来，那就在家搬火，让这件事烧得更厉害些。在宫中这样放肆取笑，就该立刻打死。死了那挺好啊，我就让他死在你拉的情里。《如懿传》11月30晚间10点。